棒的小驼爸爸。哈哈，飞呀！呼呼！哎！大头儿子，让我看一看。是飞机的电机出了故障。小驼爸爸，你能修好它吗？包在我身上。飞机修好了。飞机又能飞了，小驼爸爸最棒了。爸爸什么都能修，只是以前没有机会表现而已。哈哈。我的赛车，我的玩具车坏了。这不是最新款的赛车吗？好可惜啊。汤圆，我的小驼爸爸什么都能修，我可以请他帮你修好赛车。真的吗？请一定帮我修好。放心吧，小驼爸爸，你能帮汤圆修好这辆赛车吗？包在我身上。我的赛车又能跑了。小头叔叔好厉害呀。是的，小头叔叔什么都能修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大家都成为了小头爸爸的粉丝了。当然我是小头爸爸的头号粉丝。小头爸爸。啊，你好，壮壮爸爸。听我们家壮壮说，你很擅长修理，所以有些小东西想让你修一修。什么东西？能帮上忙的话，我一定帮。就是一些坏了的家电。请。你既然什么都能修，这些应该没问题吧？那当然了，小头爸爸最棒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就麻烦你了。蛋宝，我在。插电源。收到指令。蛋宝，插电源。收到指令。这些电器不是我能修好的，可我不想让大头儿子失望啊。这些电器损坏严重，建议请维修人员上门修理。对呀，我可以悄悄请专业修理工来修。壮壮爸爸，你的电器都修好了。哎呀，还真会修啊，厉害。哈哈，我的小驼爸爸果然是最棒的。那当然了。小驼爸爸，小明也有东西想请您修一下。这是以前爷爷送我的礼物，原本只要拧上发条，它就会发出美妙的旋律，可现在它发不出声音了。交给小头叔叔吧。太好了，我找了很多修理师傅，可没一个人能修好。什么？对不起，小明叔叔没办法修好它呀。怎么会呢？小头爸爸，您不是什么都能修吗？大头儿子，爸爸并不是什么都会修，壮壮爸爸的那些电器是我请维修人员修好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啊。小头爸爸，怎么这样？小头叔叔，大头，我先回家了。小明，我有办法了，等等，蛋宝跟我来。收到指令。蛋宝，就是这个音乐。小驼爸爸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是不会修八音盒，但我知道八音盒发声原理啊，所以我就让蛋宝分析八音盒中音筒的凸点，找到了它的电子版音乐。八音盒音乐发送成功。不好意思，小明，叔叔还是没能修好八音盒。不，我要谢谢叔叔和蛋宝，你们帮我找回了八音盒的音乐。小驼爸爸，虽然您不是什么都会修理，但是您这么努力地帮助我和伙伴们，所以在我心里，您永远都是最棒的。
能量。小驼爸爸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这是邻居们组织爱心义卖活动，卖出去的钱会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。真棒，那我们也买一些东西吧。好啊。大头，快来买我做的手工玩具啊。啊？哇，你也参加义卖了吗？是啊，妈妈带我来参加的。瞧，这些都是我做的玩具。小驼爸爸，我们可以买这个吗？可以啊，支持一下。嗯，哈哈。哎哎、大头，这周末我们想给社区打扫卫生，你来参加吗？行啊。不行。这周末我和小豆爸爸要去看超级英雄的电影。小豆爸爸，我们改天再去看电影行吗？当然可以，明天我们一起去。大头，你干嘛去？不是说一块去看电影吗？我和小明毛茸茸去参加义务劳动，今天先不看电影了。什么？那你要是不去，我就先去看喽。豆豆爸爸，我有点后悔答应毛茸茸和小明了。这，那你现在打算做哪件事呢？小豆爸爸，这是什么？写的是正能量，为公益月做的宣传画。啊，什么是正能量？就是积极向上的态度和行为啊。它的反义词应该就是负能量。负能量？比如说你和毛茸茸、小明要给社区打扫卫生，这就是正能量。你因为打扫卫生而不能看电影，悲观消极，这个心情呢就是负能量了。什么？我可不想当负能量小孩。啊，大头，我们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，出发。出发。我不怕虫子，让我来。啊！不是虫子，是大蜘蛛，我最怕蜘蛛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大蜘蛛，小豆爸爸，您不是也害怕蜘蛛吗？是啊，这个不，我虽然也害怕蜘蛛，但是我知道蜘蛛不是害虫啊。我有办法了。毛茸茸，你没摔伤吧？没有，是我太不小心了。我的新裙子。没关系，回家洗干净就好了。不想打扫卫生了，可是我们还没有干完呀。可我就是不想做了。小驼爸爸，毛茸茸现在是不是负能量了？他只是因为裙子脏了很伤心而已啊。好吧，我可是正能量小孩，看我的。哎，大头，你太好笑了，谢谢你，大头，我现在心情好多了。啊，我不难过了，还可以打扫卫生。好啦。最后一堆垃圾扫进垃圾桶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好，我们看谁干得最快。这怎么办？咱们白忙活这么长时间了。朋友们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的电影太好看了，不过好可惜啊，你们都没去看。是吗？小头，这是怎么了？孩子们好不容易把垃圾都扫在一起，结果大风给吹跑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太难过了，没看成电影，垃圾还到处都是。大头，别生气，垃圾吹散了，我们重新扫就可以了。大头儿子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朋友们都很正能量啊？你之前那么正能量的帮助朋友们，现在朋友们也正能量的帮助你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好，那咱们重新清扫吧。我也来帮忙。